我十多年前就是每天被鬼压，就是哦梦压，每天睡不醒。嗯、我知道被鬼压身了，嗯。嗯，每天的每一天，人家讲他有一个月半年，我讲你们不要跟我讲这个，我讲我每天都被压，然后我每天压起来，我真的很备孕，然后我会算命，我会怎么样，又花了很多钱去买了佛牌啊，去求人家请通灵人啊帮我超度啊，越超度我就越多东西压我，然后使得我更紧，我每一天不能入眠，就对十多年花了很多钱，找了很多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你要是找的这种邪门歪道啊，去搞到后来嘛，你就出事了呀，听得懂了？因为我那时，因为师傅，我那时看医生，医生讲我没有病，然后我身边的家人全部叫我去看心理医生啊，看心脏科、看脑科，我通通都看了，花了很多钱，然后就是看不好，医生一直讲我没有病，但是我就不懂为什么我就不能睡，然后我就很倒霉，我每年哈都会撞车，每年哈我只要一做工，我的老板要升我的职，我就。就撞车，然后就进医院，然后我就就是不成功，就是被老板升级了，然后总之我就是一直我的运程就是很倒霉，一直备孕啊，一直不顺啊，然后一直给人家骗啊，然后过后直到我遇到这个心灵法门过后，我才知道哦，我想去看看咯，反正救人是不用钱的嘛，因为我过去哈，我为了救我这个病痛啊，这些梦呀、啊、这些问题啊，我花了很多金钱，只要因为那时我一个很愚蠢的想法，就是说只要我有钱我就可以找到人家帮我，找到人家救我，因为只要我有钱我给你钱，你帮我让这些东西不要来找我，我就很这样的愚蠢，然后只要我钱给了还不得帮不到我，然后我其实我看到很多那个你现在以为啊给钱就能解决问题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真正的好的法门是不收钱的。心灵法门收钱吗？不收钱。你说说，你现在病都好了，台长收过你钱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记住我一句话：真正菩萨救人，就是没有经济的。但是呢，你要记住，永远要记住，如果人家说：“哎呀，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帮你病看好。”我告诉你，这一定有问题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因为过去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我很会赚钱，但是我的钱通通都拿来就是看病了，人家没有来看病，然后就来给人家这样骗，而且不过师傅真的是因果报应真的很严重，因为帮他那一个法师，他拿了我的钱，他告诉我说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可以帮你，我跟你解决这个事情，他明天就没有事了，他一拿我的钱去。我跟你说，两个礼拜我再带回去，我说你的东西不行了，我一个礼拜没有事情，一个星期又再出事更严重，怎么办？那骗子了，这不是骗钱吗？对，他哪去了我的钱，他也很可怜，他也走火了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跟你说的，有些时候钱里面都有业障的。对啊，这种钱你拿，这种钱拿你一定出事的，我告诉你，一定会出事的，嗯。真的，因为现在就是因为我也很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很感恩师父，因为若不是哈给我看到，在我遇到心灵法门之前，让我看到这么多哦钱跟钱因果的东西，跟这些法术害人的东西，还有的人呐、啊，还有就是那种会做法的人，他就是用法术控制那一些小灵性啊、善灵啊一些东西，然后利用他们去害人这样子。那这个就邪了呀。这个我也看到，而且在我身边很多这样的人，所以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叫正，什么叫邪啊。所以我分得很清楚，就是因为哈，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讲出来这个东西，因为其实师父的正法为什么讲正法？一，当初我被压生病，然后倒霉备孕的时候哈，我花钱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救我，医生都救不了我。我每天要吃安眠药，吃镇定剂的话，我每天都头晕晕。我老板看我每天在公司里就是骂人，骂人不停的骂人就对了，没事我就是骂人，所以很多人都很讨厌我，结了很多的恶缘。然后过后学了心灵法门，我才懂哦，原来我身上这么多灵性，然后妖精者就这么多。你现在知道了。然后，
对，然后我又反正呢，我是因为我吃到很多人家过去就是请人家救我，说我吃了很多那个符咒啊，那个符咒。人家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骂人，人家就找人给你下杠头，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很多啊。所以你要不是心灵法门的话，你常给人家下杠头，下到最后你会生大病，会死的。你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所以我跟你说了，什么叫正法？啊，观世音菩萨是正法明如来，观世音菩萨他是帮助我们解脱我们的痛苦的。你现在解脱了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你过去不知道，你以为花钱就能把病看好？我可以告诉你，要正，人一定要正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一定会正。因为哦，我以前被那个东西压的时候，它是阴森寒冷恐怖，我只要一进入那个梦，我就知道我被他抓去了。他说我的就是包啊，比如说我在我的家里睡觉，人家等我起来的时候，原来我是在另外一个很阴森的地方，那个气场简直是很恐怖，就很恶心的气场来的。然后自从修了心灵法门，我不用再怕这些恶心恐怖的气场了。因为我只要一去到那种恐怖恶心的地方，他一把我好了，少跟台长讲了，多出去渡人，明白了吗？现在我告诉你，东南亚全世界有这么多的几百万几百万的人在跟台长在这么修，你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他是正法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，听得到。因为就是因为正法，我希望全世界所有听到这个录音的人，希望以我以身说法，希望能让更多人相信心灵法门绝对是正法，绝对是观世音菩萨来人间救所有的佛子。嗯，是真的，这是真的啊，真的，好吗？绝对是真的，感恩师父。嗯。